小姐姐电竞，一个做游戏视频的小姐姐。嗯，这个号英雄很少，他就那么点英雄，是吧？他打野错，是吧？我打野，是吧？你别闹，小鲁班背书包好好上学，哥哥来打野。我们这个野阵容合理，这两个法师这个提示太过分了吧？什么跟黄金讲道理是吗？我开一波局内打字，看他们聊不聊天。他们都没有开呀，只有安琪拉开了这个小喇叭，其他人都没有开，就讲不了道理啊。切换到全队收听，我看呀，安琪拉上路是不是可以来一下呀？是不是？你何必去下路打辅助呢？这样不是很屈才吗，安琪拉同学？你觉得呢？你是不是应该打开语音跟大哥哥来沟通一下呀？是不是？啊，结果安琪拉并不想理我，那就没办法了，是吧？安琪拉，如果你听到我说话的话，你可以用二技能砸中他，我直接反手一锤，我们就教他们做人了。你觉得呢？啊，是吧？想一下，你考虑一下呀。你觉得我们打不过他吗？我一锤，你看打不打得过？我赶紧跑。好，安琪拉二技能烫到了，但是我们这个伤害有限的，是吧？一技能可以，我这边锤啊，让位可以，他铭文很好，安琪拉指挥我撤退，我赶紧服从撤退，是吧？安琪拉开了喇叭，但是他并不想理我。阿莲呐，阿莲呀，理一下我呀，阿莲，阿莲开启你的喇叭，可以。阿莲并不想跟我讲话，我很烦。干啥？哎呀呵，阿莲，你安琪拉，我想问一下你安琪拉怎么玩？啊？啊？你安琪拉玩了多少场？我安琪拉很厉害，我可以教一下你，需要吗？是他吗？什么？啊？算了，我们语音不好，信号不好，来吧，抓个人吧。你等我晕他好吗？你晕了，我晕了他，你丢二技能，我们就实力完成配合了，好吧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我上了。我们并没有完成这样的配合，我走了，告辞。可以，中路机会，走过去。一技能锤，二技能我转起来，死两个。阿莲，我强不强？这手双杀你看到了吗？阿莲可以，阿莲等我，我来支援你了，请求集合，你有大招吗？好，我们三二一上，阿莲接二技能接大招，看到没？可以，这一手一气是吧？我来帮你收掉人头。哎，没有，烧死了，你烧死他了，朋友，要不要双排一下？什么？你这个说话我听不清楚啊！你可以说大声一点吗？阿莲，阿莲，我来了，来吧，我们来一波配合。你等我先石化他，好吧 ？OK， 我石化到了。阿莲，你不要出卖我。对，没错，阿莲啊，你看这一波，一气呵成。讲道理，我们这配合天衣无缝，你觉得呢？阿莲。阿莲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杀他，你看到没？我这已经石化他了，是不是？阿莲，给你了。你觉得我玩的怎么样？你不夸一下我吗？你真的不夸一下吗？我觉得那一波你自己摸着你的良心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是在让你人头？你讲道理呀、啊，阿莲，我们继续配合吧。哈哈，哎，你这就让我很烦了。其实我开语音是可以想跟你讲话的，是吧？这样我们这个沟通啊，是吧，才会无缝衔接。其实我开语音是可以想跟你讲话的，是吧？这样我们这个沟通啊，是吧，才会无缝衔接，是吧？阿莲不要慌，没错，我帮你卡了他的位置。你觉得我这一波表现怎么样？阿莲，其实我很久都没有出装备了，你信吗？我是一个最强王者，哦不，我是一个荣耀王者，我一直在隐藏自己的实力。阿莲，你知道下面有人吗？我会救你的。阿莲打他们，别怕。阿莲打他们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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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莲，这一波怎么样？你大声告诉我，
这一波我是不是拯救了你？怎么样啊？这一波你问我怎么样，不是我控到那两个人反手过来，你啊一技能直接打到别人才死的吗？阿莲，你这样抢功劳不太好吧？是不是我们有些时候啊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，你这样说一句怎么样，感觉你那一波好像是你的功劳，不好吧？哎呦呵，是吧，阿莲中箭了，你是不是很慌？别慌，大仙哥哥在，是不是我们继续刷起来，阿莲，是吧，阿莲技能都丢完了无所谓，是不是这一波阿莲说时迟那时快呀，是吧，膝盖中了一箭，还好我在，对不对？你这个还不夸我吗？我这一锤一手惩戒，是不是阿莲可以锤到他，我帮你去锤他，是吧，我也锤不了他，绕位直接二技能防御性走位，不慌，左手一锤再一锤，锤完后我再一锤，你实话呀老哥，可以，问题不大。嗯，谁奶了我一口？我直接一技能锤他，二技能锤，强不强？看没，阿莲在我的背后疯狂打输出，问题不大。他是不是有点瑟瑟发抖啊？玩个游戏可以这么激动啊？什么啊？咋了？我说我们配合玩的不错，你觉得呢？阿莲要不要蓝 buff？ 要不要？可以。阿莲我对你好吗？不急，阿莲大招捏着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一手接技能，阿莲大他，是不是拿到人头了吧？阿莲往前走，等我，我没有倒下，你就可以往前走好吗？我这一实力帮你锤好吧。好，二技能没问题，阿莲锤他，转起来，阿莲我们双杀，三杀四杀五杀锤啊，可以，觉得怎么样？哎，对，很厉害。嘘，阿莲我跟你讲，其实我是荣耀王者，你信吗？信不信啥？信不信我是荣耀王者 OK？信了吧，没问题，直接杀他。嗯，可以，别急，都来了是不是？好的，你站在我后面。什么？你好好说，撤一下，不用撤，不用撤，真的真的真的，你站在我后面好吧，谁打你你告诉我，我帮你锤他。先杀谁？先杀谁？我晕谁你杀谁，你看到没，这个人是不是啊？一个是不是，问题不大，我不会帮你抢人头的，他打你别怕，我过来了，我锤，转起来，讲道理是吧，过去讲道理啊，你稍微走个位，不慌，是不是，我这一手帮你锤，你给个二技能，随便给个二技能，不要跑，阿莲往前面冲啊，阿莲打他，阿莲看到没，阿莲我帮你实话打他了， 你是啊，你这不是打了吗，你还说你没技能，你砸这个大招砸这么久不好吧，阿莲是吧，还好你这盘开了语音，你这盘如果没有开语音能玩得这么爽快吗？阿莲你不要慌好吗，你往前面走就行了，你听我，是的，这就是个推塔的游戏，往前面走，看到没啊，打他打他打他，阿莲我石化到他了，你直接大刀滋他，问题不大，我转起来他又被石化了，这一波我们又行云流水完成配合，锤他们基地，再见，是的，再见，阿莲。可以，这一首是不是娱乐一下？好吧，娱乐一下，娱乐一下，是吧？我这个打这个段位啊，就是为了，啊，是吧？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段位有趣的东西，就不要去说什么啊，大仙怎么打黄金局，是吧？根本就不是为了秀技术，好玩，好吧，好吧。我看到有些人带节奏很难受的，说啊，大仙你这欺负黄金局，嘲讽队友，说他们操作怎么怎么样，哎，这不都是为了娱乐效果好吗？现在就是特别，现在就是所有人都点播赞是吧？感谢这个九位水友是吧？让我解说了他们一局，好吧？这里并没有嘲讽任何人的操作问题，好吧？就不要去别的地方带我节奏，我这里就是好好玩一下是吧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视角，好吗？再来一局啊，我真的有点累了，下来好吧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点播关注，点播关注，准备走了，
有点累，我脖子好酸，我今天那个板凳太矮了，我基本上全程是弯着腰低着脖子打的，我脖子疼得要死。哦，明天我就回家了，好吧，明天要搁一天，明天要回个家，好吗？我脖子太痛了。嗯哼，撤了，好吧，撤了。然后明天稍微搁一天，大家见谅。我明天要坐车回武汉，回武汉就早上随缘播，晚上继续播，好吧？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办卡，喜欢主播的点一波关注，每晚7:30。哎，是吧？有个神仙在直播，回到武汉白天也会随缘播，好吧？撤了，有点脖子太痛了。记得啊，明天要搁一天，要坐车回武汉，好吗？好，撤了，各位，拜拜，爱你们哟，阿莲，拜拜。听说喜欢大仙和喜欢小。